突然选中 lucky 越见贵小，六平均呢越见过重。两件学校初步发觉间接天可通地，主要是中拉又贵小又一届，对机场的清洁认真机学生的家长确诊。那高中的学生啊，是本学到两个人的群，两个人大多共同材料是无穷钱。突然学教育局表示，为了海南生意，两件学校根本都是预防性停课。那因为做好防治，国军的发号兵大组啊出动去到突然机场，对确诊两个人的工作的位所进行大规模的清洁消毒。现正疫情的仍然主要工作场所和机场防疫机场查基带备，除此屌神国军发号兵出动基带备来来去去消毒，大家所猜都爱消毒多。T 三停车场的这个平面，以及计程车驾驶的休息室，还有厕所，还有电梯的部分。桃园机场公司表示，也不清楚目前的人向阳车道的，还有其主要工作场所和机场防疫机场查前贴到，也非常单位同地550的防疫时期抽压去采检。昨天晚上我们对于全部的防疫车队计程车司机552位，我们通通通知他们。要来做裁检，昨天完成了313位，剩下的从今天上午的10点会接续的来做。我们也请这防疫车队的驾驶，在没有完成筛检之前，暂时停止他出车的任务。此外，目前的人员也是内脱中立的人怪兽，还有一类脱各种的侧眼，系恐吓，不过唔恐残留。两人学校几位先停课营业，前几人员上阵的30、31两日脱种子市场摆摊呢。亚市场下早2点过后停业，桃园市卫生局讲，除了消毒，每位关键实时检查和本府区内的民众超群去体检。下新闻罗文泰，桃园报道。